二林，你们还没测量完呢。哎，快了，二林，来，我看过了，你们就快干吧。这条泄水渠要是修成了，咱们一定能多打粮。你们就快干吧，这条泄水贡献。嗨，你快停下吧。咦，二林呢？看，哎，怎么拐弯了呢？大强哥说，拐这么个弯，可以多带上几家单干户，到时候他们也不怕落灾了。哎呀，那咱社得费多少功啊？哎，你小子啥时候也学会打小算盘了啊？二林呐，啊，可不能光为咱们一个社着想啊。可也是啊，水渠一拐弯，桂简大哥他们几家就不用买水车了。哎，就是。对呀，二林，咱们挖渠不光是为了多打粮食，是要像火车头那样把单干户们都挂上，一块走社会主义的道啊。这可是一场革命啊。那水渠过秦富家的地，他能干吗？大全呐，你说的都在理儿，可我们家抽不出人手干这个。大叔，不用你们出劳力，就是占用你们家点地皮。哎呀，那得占多少啊？占多少给您多少啊。给我哪块地？我们家的菜园子。哎呀，那你不吃亏了吗？大叔啊，咱们搞社会主义可不能光顾了个人呐。渠修成了，粮食增产了，对国家该是多大的支援呢？嗯，那就这么办吧。那这条渠可就从你们家地里过了。哎，大全哥，走啊。哈，文杰，您走啊。哈，文杰，咱们不买水车了。怎么了？农业社的渠打咱们家地里过了。爹，这事儿不合适。嗨，驾驾。鱼，你整年就在外头跑车拉脚，怎么连这么点账也算不过来？驾驾。嗨，高大全答应把他家菜园子赔给咱们了。多欢实！我说周善呐，咱们咋不学着干呢？你是咱竞赛社的农业股长，你得张罗张罗。我啊，哎，聋子的耳朵，摆设。社长不发话，谁动得了啊？周善叔，忙着呢。啊。你们干的可真正道啊，要是遇上了连阴雨，就是水漫金山也淹不着你们的地了。那你们竞赛社也挖一条吧。嗯，这才是多打粮食的办法呀。这是大伙的要求，你去跟金发他们说说呗。金发，
高大全这一挖渠，把人心都搅和乱了。这个事儿可是咱们好不容易撺掇起来的。没那么容易，就那片老洼地啊，别说挖条水沟子，就是浇肉汤撒芝麻油，能多打多少粮食啊。只要咱们抓住粮食。小慧，烧点开水去，写作业呢，烧完了再写嘛，快去。我说你不要命了，去年秋天整党，你鼻涕一把泪一把的，好不容易才爬了起来，你小心点。怕什么，谷县长说了，眼下的中心工作就是贯彻四大自由。就是嘛，咱们还按老主意干，麦收的时候咱们用粗粮换细粮，细粮换粗粮，倒他几回手就能赚一大笔粮食啊。有了粮食，我就不愁后边没人跟着走。村长在家吗？进来。哦，是苏桂简呢。来来来来来，快坐。村长，我那二亩青苗不卖了。哎，怎么你不买水车了？大全说了，他们那条渠从秦富地里拐着弯，我们几家都借上劲儿了。桂简呢，这不大相当吧，我们好不容易劝着沈记粮店买了你的青苗，就这么一句话全吹了。村长宣传过了，买卖自由嘛。哎，你话不能这么说呀，你签了合同拿了钱，说话这么不讲信用，往后可就不好办事了。张村长你放心吧，就这一回了。你金发，你看见了吧，高大全挖这条渠可拢过去不少人呢。我就不信秦父也愿意跟着他走。对，只要秦父明白了这个理儿，他这条渠挖成挖不成还两说着呢。爹，您进步真快呀，这泄水渠要修成了也有您一份功劳啊。哼，这跟我有啥关联？爹，你不是答应大强哥了吗？哪儿写着呢？你怎么了？转脸又变卦了。别泄气，咱们俩一块儿去说说。就怕咱俩劝不动。劝不动也得劝。大全哥说修这条渠是场革命，这回我懂了，怕这怕那是干不了革命的。我说的对吗？对。爹，你倒是答应不答应？我不答应。爹，这泄水渠从咱们家地过，不是为了咱们好吗？好什么？哼，我全明白了，他们是三圈两圈把我圈到农业社里去，给我带上龙头，给他们拉套，哼，没门。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爹，人家农业社修渠是为了增产粮食，支援国家建设，把咱们往正道上领。我走哪条道你管得着吗？我是这个家的人，得说说我的心意。谁让你们老娘们多嘴多舌的？怎么，老娘们不是人呐，是猪啊还是狗啊？你好大的胆子，你敢顶撞我？对，该顶的就得顶。啊，小兔崽子，我非他妈打死你不可。打人犯法。犯法？你给我进来，你给我打死这个不懂复杂的混账东西。打呀，快打呀，谁敢动手看咱们谁能打过谁啊。你小子要反天了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少怀呀。啊，你嗨，别动肝火吧。文庆啊，你知书达理，忠孝节义总该懂吧，父母的话
你就得听。古代贤人，父母要吃人肉，都乐乐呵呵的从自个儿大腿上割。我就佩服这样的孝子。你怎么不当这样的孝子呢？你逃荒到这儿发了横财，你妈要是饭来瞅你，你怎么把她赶出去了呢？你这个孩子怎么摇起我来了？你自找。文庆，你这么干不符合政策。那这泄水渠还挖不挖了？哎，多好个挖渠计划，都让小算盘给搅了。文庆，我就不信你个五尺高的汉子就整治不住你爹。文庆，我跟他分家，把这块地要过来，你们愿意怎么挖就怎么挖。文庆，文庆，文庆，大强哥，我们家这块地一大，你们那么好的计划不就全吹了吗？你让我分家吧，不能让这块绊脚石挡住农业市的道啊。文庆，你想一想，为什么你爹答应得好好的，今天就变卦了呢？那还用说，冯少怀一山峰，我爹就着火。昨晚上我亲眼看见冯少怀跟我爹嘀咕。文庆，你听见他说什么没有？没有。他还假惺惺跑来劝架，还让我听我爹的话。这事儿啊一定是冯少怀出的坏。大强哥，这个事儿咱们一定要搞清楚。对，还像去年那样开他个斗争会。对，把他拉到高台阶，让他坦白交代，好好逗逗他。不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看样子这里的来头还不小呢。文清，文清，不好了，你家吵架了。我知道了。不，又是一场。你哥刚一进门就把你嫂子打了。站住，你给我回来，我看你赶走。孩子是我的。吓唬他就行了，怎么真动手打呀？哎呀，不好了，来了一大群干部。哟，哎呀，张村长啊，我这日子可没法过了。怎么了？就为我那块地惹出大祸来了。你打人还有理呀？开门你会揍他，把他拉出去有点吗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他打了赵玉娥。哦，两口子打架呀？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你们管得着吗？告诉你，我们正管。是什么？你算干什么的？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我们妇联会主任，他欺负我们的会员，村长。你说该管不该管？文吉，谁也保不了你的家。你是马上承认错误呢，还是到妇女大会上去坦白？痛快点，快说，快说，没浪费时间，快点说。让他再想一会儿。我错了。错在哪儿呀？说清楚啊！对，说清楚啊！我不该打媳妇儿。我侵犯了人权，往后还耍威风不？不了。大家都听见了吧？听见了。咱们下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哎哎哎哎哎！
我说文琪啊，你两片嘴唇一巴搭，认个错就行了，啊？你知道打人犯法不？知道。那为什么还要打人呢？啊？就为农业社开渠。人家农业社开渠，你打媳妇干什么呢？嗨，张村长，不是要用我那块地吗？你不让用是不是？啊？这是挡农业社的道，这叫破坏第一个五年计划。说吧，你们是想依法治罪呢，还是将功赎罪啊？哎呀，将功赎罪，将功赎罪呀！怎么个赎法啊？啊啊！快说呀！我那块地就让他挖吧。秦副大叔，大秦哥来了。大叔，你诚心要挡农业社的道，真想破坏五年计划吗？哎呀，你就是借我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呢。你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吧？这个事儿，你很清楚。诚心要挡农业社的道，真想破坏五年计划的人，有，可不是秦副大叔一家。不管谁挖沟叠坎，我们照样往前走。你说怎么处理吧。文杰，赵玉娥是咱们村思想好、劳动好的妇女，你应当很好的向她学习，动手打她那是非常错误的。现在我代表芳草地的妇女向你提两个条件。第一条，你马上到赵玉娥娘家去，向她赔礼道歉，把她接回来，能做到吗？能。第二条，往后啊，你们家无论是大事小情都要实行个民主，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呐。大叔啊，我估摸着你准是听信了谣言才改变了主意的。你遇事儿总爱为自己打算，就容易上当受骗，这可危险呐。金发，你看这事儿这么处理行不？大伙儿的意见呢？行，这样可以。你呢？挺好的是吧？咱们下去吧。嘿，金发呀，金发，我看你又走了一招臭棋。你想想，就凭高大全那么精明的人，能上你的钩？干这种违反政策的事儿，反正他那条渠过不了秦富的地，就挂不上那几家单干户。到了麦收啊，咱再看高低吧。秦发，哎呦，范大哥呀，来来来，哎，出新鲜事儿了。赵玉娥到区里打离婚呢，把古县长都惊动了。他说离了婚啥也不要，就要那块地，让农业社挖水渠啊。哼，高大全这一手真毒啊，人面前把自个儿摘个溜干净，人背后又挑拨人家打离婚好占地修渠。好啊，古县长在咱们天门蹲点儿，就是要抓破坏四大自由的典型。金发，这可是送上门的材料啊。我马上到区里去。铁汉，哎，丽萍他们去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嗨，到了燕庄，玉娥还不留他们吃顿饭呢。我担心他们空着手回来。不会，秦文吉接不回来，咱们农业社还接不回来。我怕赵玉娥一下子转不过这个弯子。那就沉几天再说。不能沉，沉长了
坏人会钻空子。嗯，周中大伯说，昨晚上范克明又回村了。哦，村里一出事儿，他就往回跑。嗯。哎，大强哥，你知道区里对他审查的怎么样了？他的历史很不清楚。据了解，咱们大车断轴的事儿，很可能跟他有关联。高大全，大全呐，古县长有请了。他来干什么？金发汇报的情况很重要。我们当领导的，这样袒护一个破坏政策的干部，很危险。古县长，我知道，你支持高大全，支持农业社。古县长，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，这是我们应该支持的。高大全这样违法乱纪，你也支持吗？这样吧，我去找各方面的人，把事实搞清楚了，你再做判断。你不要打乱我的计划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顾县长，嗯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哦，哎，哈。我把高大全找来了。嚯，哎，二柱子，这东西不吃草还会跑呢。大全，我先给你们弄点水喝。不用。吴县长，找我有事儿啊？哦，请你汇报汇报情况。汇报情况，找执委们一块儿谈吧。不，先听你的。从县里回来以后，跟党员和群众传达了关于五年计划的文件，和县委书记梁海山同志的指示，广大干部和群众决心在发展互助合作的运动中多打粮食，支援国家建设。我们社打算春播前挖一条泄水渠。对，就着重谈这个问题，说说你们挖泄水渠都是怎么策划的，使用了什么手段。我们干社会主义，光明正大，不需要耍什么手段。高大全同志，你不要执迷不悟。我不明白。你以为我在吓唬你吗？吴县长，用不着绕什么弯子，有什么你就直接说吧。大全同志，注意态度。不要紧，态度的好坏我是不会计较的。我问你，你们农业社挖渠，为什么非要通过单干农民秦富的地？顾县长，他们帮助单干户战胜涝灾，引导他们一起奔社会主义，这有什么不对的呢？问题就在这儿，我们共产党人虽然主张搞社会主义，但是并不强迫别人，还提倡四大自由嘛。顾县长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。从打土改到如今，我们翻身农民认准了，只有奔社会主义才是金光大道。我们都是共产党员，不积极引导农民走这条路，难道让他们自由发展到资本主义吗？哦，侵犯中农利益，迫害单干户，这也是引导吗？我们本着资源互利的原则跟他商量，怎么叫迫害呢？哦，那人家不同意你就挑拨离婚。离婚？你不要装糊涂了。大全，快说吧。吴县长，这事儿不能往大全哥头上扣，是我自己要离婚的。哎，还没叫到你呢，你先回去吧。
我问你，是谁挑拨你离婚的？说嘛，不管是谁，他也不敢打击报复。要从根儿上说，就是那个发家致富给挑拨的。我家祖祖辈辈受压迫，好不容易在我这辈赶上了新社会，我不能跟着他们往火坑里跳，再闹个刘万大婶的下场。我跟秦家走不到一块儿，想不到一块儿，是我决心要离婚的。离了婚要出那块地让你们修水渠，农业社就顺当了。雨儿同志，放心吧，我们的泄水渠已经绕过你们家的地，破土动工了。至于离婚，我不同意。吴县长，为了不让农业社受牵连，我先不提离婚了。雨儿，雨儿，那你就跟我回家吧。不，你要是真认错，就跟我一块入社。这得咱老爷子点头才能定啊。你要你那个顽固爹，我要社会主义。大全哥，你答应我的要求吧。秦家院我不能进，离婚不能打。这会儿上下领导都在场，你们替我想一想，我往哪儿投，往哪儿奔呢？只有社会主义这一个门口，你们就让我进吧。只有社会主义这一条路，你们就让我走吧。破坏家庭幸福，我不同意你入社。赵玉娥同志，谁也没有权利不让你走社会主义道路。我带头举手，欢迎你入社。长空。万大叔，哎，听说刘翔大叔给您介绍了个对象，到啥程度了？脸皮还这么薄啊？
听铁汉说，你挺勇敢，都闯到人家里去了。听他胡扯，是刘翔嫂子陪我去的。看中了吗？人是不错。跟我遭的是一样的事儿。这么说，是两厢情愿了。那好啊，过了麦收，咱们农业社给您办喜事儿，炒点瓜子儿，买点糖块就行了，这样又省钱又体面，像个社员办喜事的样子。您说呢？行啊。周善大叔，你们社的麦子割得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头头脑脑的都不在。金发呢？他逛大集去了。有的社员说下个吉日他们也去赶呢。行，大全呢，今儿一早我就看金发和冯少环出村了。他们抓麦子去了？差不离，北边地盘高，麦收早，庄稼人都嫌白面不禁吃，急着要换粗粮，一打下来还不忙着上市啊。大婶，你家的粮食准备好了没有？说话就好了。文吉，你怎么把我茶桌的水倒这里了？哎呀，文吉，这昌康失水可是缺德的事儿啊。告诉你，咱们可就这一回。这小米儿怎么换呢？两斗半换一斗。走啊，先到沈金良店。来来来，哟呵，二位可真是抓早抓先的啊！请请，请他请，请，请请。哎呦，范师傅啊！里面有客人吗？哦，您不就是客人吗？啊，我是来给你们送个信儿啊。哦，得赶快给我们准备点白面。要多少？先要30袋。哎呦，这么多呀。人多了吗？县里梁书记来视察，说让再开辟两个米面代销部收购粮食。哦，得盖大仓库啊。哦，请来的木瓦工都在区公所吃饭。嗯，我们为多大难，也得把这个数给您凑上。谁不知道你们沈记粮店掐着天门镇的嗓子眼啊。哪里哪里。告诉你吧，这才是个开头呢，往后车辆一多呀，吃饭的人就更多了。哪来那么多车呀？从城里往乡下调工业品，好从农民手里换粮食。哦，工农联盟嘛。好啊好啊。哎，可早点给我们送去啊。哎哎啊，不管他是谁，没有饭吃他就什么也干不成。对对，粮食可是宝贝啊，谁都想往手里抓。张村长这回又抓到根上了。这还不是有您帮忙吗？哪里哪里，我们外归要是到了芳草地还要请您多帮忙啊。二位，请问吉来了。哦哦，你们先合计着，我去看看啊。好好啊，共产党要闹粮荒了。这只是开台锣，大戏还在后头呢。自古以来改朝换代，哪个掌权人能把这么多人的肚子填饱？哎，村长，行情怎么样？供销社挂出国家牌价，一斗麦子换一斗小米儿。啊，咱们麦收前抓的小米儿可都是大价呀。
这不吃亏了吗？别慌，少怀正跟沈掌柜的商量办法呢。国家牌价，咱能管得了？咱们可以鼓动粮食事儿吗？那么大个粮食事儿，能听咱的？他们这些人有本事，天也能翻过来。金发，扛麦子去。事不宜迟啊。哎，文金，扛麦子去。扛麦子？对，换小米。村长，我拉来的就是小米啊。哎呀，你吃不了亏，干。哎呀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啊？咱们先抛出一点麦子，把小米的价抬起来，再按这个价把小米抛出去，把市场上的麦子全搂过来。全叔，你又来找我爸爸。哈，怎么，他还没有回来？没有。哦。哎，大全叔，大全叔，你是党员，我爸爸也是党员，你们怎么不一样呢？怎么不一样啊？他干事儿总是偷偷摸摸的，他怎么不跟你们走？老是跟冯少怀跑呢。他和咱们不是一条心，他不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啊。不行，我不让他往邪道上去。巧贵啊，你一个人是拦不住他的，这是阶级斗争。阶级斗争还成了敌人？现在还没有，可是很危险的。巧贵，咱们一块儿帮助你爸爸好吗？党支部完全相信你，你会成为革命的好后代的。巧贵儿，巧贵儿，哎哟，大全兄弟来了啊，快进屋坐吧。不了，外面凉快，快去擦擦灯罩子去。大全叔，啊，坐吧。哎，刘恒，大全来了。啊，麦收大忙的，你跑到镇上干什么去了？啊，别人托我说个媒。这是真的吗？嗨，这我还撒谎干什么？冯少怀呢？他干什么去了？啊，他是南方的媒人，我是女方这边的。秦文吉又是哪一边的呢？洗脸水打好了，快先洗脸吧。算了，不洗了。不行，那就快吃饭吧。有事儿啊，以后你们到会上再谈吧。这就是会场，我们开一个党员的谈心会。乔贵啊，哎，给你爸爸拿个凳子来。哟，你们再说事儿吧。对，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吧。哎，桂简大哥，你要是事儿急你就先说。我就几句话啊。听说你们社里有小米子，我想换一斗。少怀是财经股长，你找他去。他说行，就是得二斗半麦子换一斗小米。这是市价吗？那麦子就太吃亏了。怕吃亏，你吃白面。这话说的没劲，我要吃得起白面找你干个屁。桂简大哥，明天早晨我把小米子给你送去。算了吧，
你们一个穷社，我还能忍心刮扯你们呢？我们社是穷啊，可是每家匀一口就够你用的了。全村好多家都要换粗粮，你匀得过来吗？解决一家就少一家上当受骗。大全呐，这事儿办到办不到这不打紧，这情我领了，你这才像个党员的样子。金发，你老实说，今天是不是到集上鼓捣粮食去了？说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为社员谋点福利，有什么错处啊？这是坑害人。买卖自由，这是谷县长说的，又不是我发明的。两厢情愿嘛，谁坑害谁了？不对，用一斗小米换人家两斗半麦子，这叫什么自由啊？金发呀，当年咱们给歪嘴子扛大活的时候，他也可以说不是拿绳子把咱们绑去的，是托人说情才进了他的高台阶啊，这也是两厢情愿，这是剥削。你还记得去年整党的时候，田区长跟你说的那句话吗？我就知道你忘了。他最担心你再这样发展下去会走上反党的道路。谁反党了？今儿个你得说清楚。你已经朝这条道上迈步了，那你处分我好了。我们不想有那么一天，大伙是想挽救你。哼，只要你们不生着法的整我，就没有那一天。你有什么理由说党组织整你呢？金发呀，今儿个我在等你的时候讲了很多的事情，咱们都是从火坑里跳出来的阶级兄弟，一块闹土改，一块入了党，我们不能眼看着你在邪道上越走越远呐。你搞发家致富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，党组织和同志们并没有一脚把你踢开，还是热心的帮助你挽救你，你也表示愿意改正错误，群众又相信了你，还让你当村长当社长。金发呀，你可不能一条道走到黑，把自己毁掉啊。哥，咱们社的麦子都上城了，哈，吃个饭就去打城。哎，爸爸。哎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哎，哥，你这是？贵县大哥急着要换点粗粮，我先把咱们家这点小米子给他送去。哎，哥，你太忙了，我给贵县大哥送去。等等，多少斤呢？
过个数啊。呸！二叔，二叔，我也去。走。大全啊，政府要有个管理粮食的法令啊，那就好了。会有的，政府比咱们想的更周到啊。哎，铁汉回来了。大全哥，田区长特别重视咱们汇报的情况，要召开一个会，让你和村长都去呢。啊，铁汉，哎，我说你可真不简单。文武双全呢，去、哎、我看呢铁汉都可以当村长了。去去去。大全呢，这个苗子你选的好啊。大伯，你还要多往他身上花心血啊。哎哎哎哎，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区里采取了紧急措施，把粮价给稳住了，粮商们气得把门都关上了。这就把他们给治了。对，他们就是关了门也不会消停的。哎，我说、嗯、到了。哦，驾驾，我驾驾。今天可真热呀。可不是吗？哎呀，谁的车呀？怎么不走这个牲口吃什么粮了？快去看看牲口粮了。谁还把车停在地上见你说？文吉，你跟玉娥就这么掰着过吗？我有什么办法？哼，男女平等嘛。你得真心实意的向他承认错误。我还给他下跪呀，不就打了他一下吗？是因为你打了他，他才跟你分开的吗？那是因为你跟错了人，走错了路。温吉呀，你可千万千万别走二林河流万走过的道啊，别再跟着冯少怀他们瞎跑了。哼，秦文吉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一摸黑走到底，赵雨娥是不会跟你好的，就是他想好我们也不答应。我把实话都跟你讲了，你恨我去吧。老伙计，快点谢啊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眼下麦子丰收了，大伙儿想吃点粗粮，本号呢给各位准备下了啊。到底什么价啊？对，换款就是。这次换粮啊，绝不叫乡亲们吃亏。集市上是两斗半麦子换一斗粗粮，咱们跟审计粮店说妥了，两斗换一斗。你看人前进社大伙吆喝着吃多好啊。咱们竞赛事的可优先呢。嘿，入这个事儿算是倒霉了，嘿，
还得干吃这个亏。哎，吃亏也得换呐，那点麦子哪斤嚼啊。哎，有换的赶紧换呐，过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。我换点儿。不能换。大伯，不能换的，这种换法和旧社会有什么两样？哎，人家要换干你什么事儿啊？我就不许你们坑害人。二林呐，买卖自由可是政府的政策呀。冯少怀，政策上哪儿写着让你两斗换一斗啊？对啊，哪儿写着呢？哪儿写着呢？我请问各位，如今不是讲自由吗？你别钻空子，你这种人就是想自由自在的剥削人，当地主歪嘴子。哎呀，这我可受不了。这是我们社委会的决定，请他们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。不符合党的政策，不符合群众的利益，谁的决定也得改。哎呀，我说当家的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少怀等你半天了。怎么了，金发？哎呀，不好了，高大全派他的两员大将到咱们竞赛社召开起会来了。谁呀？朱铁汉跟老周忠。好啊，想在我这儿插杠子，办不到。人家是支书派去的，你惹得起吗？金发呀，让他们开这个头，往后可就更没咱们站脚的地方了。嗯，走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哎呦，二位那么忙，还有功夫来串串？这是我们的工作。周善说，把大伙讨论情况说说，看他俩有什么想法。社员和干部都同意区里关于打击不法粮商和加强市场管理的指示。哎，我说周善呢，我就是根木头橛子吧，大伙把我歇到这儿了，你也不能一抬腿就把我卖过去啊。这事儿是支部安排的，区里指示这项工作要抓紧进行，等了你一下午你都没回来。哼，我有别的工作。什么工作？把你干的事儿给大伙摆摆。这哎，金发，趁着人齐，你们俩有什么打算就跟大伙说说，别扯闲篇了。嗯，我支持这个意见，可以重新再讨论一遍，把想法都亮出来。我提个两凑合的办法吧，任务再急也不在乎这一伙儿，二位先去忙别的事儿，等我们商量商量回头再汇报。少怀啊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要赶我们走啊？哎呀，我哪有这个意思。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哎，这我可加不了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我是说二位太忙，听我们乱呛呛耽误工夫。这你就不用费心了，支部决定我就在这个社蹲点儿了。那好那好，你主持会继续讨论。没法讨论，实话跟你说吧，这个事儿我还没想通呢。你先坐下。你没想通，为什么当着区里领导面表示服从，回过头来不向群众贯彻，别的同志传达了，你又挑刺儿，这是不是耍两面派？谁耍两面派了？你，这怎么是耍两面派呢？我现在另有打算。那不行，党员要执行党的决议，农业社是集体领导，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。那你也不能强迫着大家伙听你的。谁强迫你了？大叔，你听我跟你说说。今儿个后晌，
竞赛社召开了社员大会，都同意区里的指示，不到集市上换粮食。现在又召开了社管委会，就你们俩不在，多数了，大家意见一致，动员各家各户穿换着吃。同志们，我记得对不对？对对，一字不差。朱铁汉，你这么一闹，打乱了我们社的计划，影响了社员的收入，到了秋后看不到农业社的优越性，你负责呀。我告诉你，要是把这个社领歪了道，党支部首先找你这个党员社长负责。铁汉呐，咱们秋后再看吧。我的农业社一颗粮食不比你们少交，我的社员一粒粮食不比你们少分。季发呀，我问你，你不领着社员把地种好，粮食从哪儿来？倒买倒卖，那不是损人利己吗？哼，别以为你们干得挺美，那些跟着你们跑的人早晚会清楚是上了当，你们这条道走不通。看样子这天还得下呀。没关系，咱们有了这条渠，它就是再下上半个月也不怕。小酸汤，你干什么？你可真缺德呀！当初渠要从你这儿过，你死活都不干。我，你这地不是通着渠吗？这水呀，往低处流啊！你给我堵上！我不，堵上！不，好啊，小算盘。今儿个我非把你的算盘珠子砸碎了不可！你，哎，救命啊！哎呀，哎呀，铁汉啊，去看看，怎么回事？你们去看看。好，李平，咱们看看去。哎，走。桂锦大哥，住手！桂锦大哥，你住手！哎呀，我说桂锦大哥，哎呀，你怎么打人呢？你问他吧。哎呀。哦，把水往人家地里放呀！哎呀，自私鬼，太缺德了，活该！净干坏事。秦副叔，伤着哪儿没有啊？没有。秦副叔啊，见识了吧？当初要不是上人家当，你这地能演吗？大全哥跟你说的话，再好好掂掂分量吧，要不还得吃大亏。哎，永振呢？哎，把大叔搀回去。啊，看着样，走吧。嫂子。哎。你领着大伙儿挑沟放水，把单干户地里的水能放的全放到渠里去。嗯，走吧。哎，走。铁汉，哎，铁汉，大强哥呢？春和，什么事儿啊？昨晚上方克明顶着大雨回的村。哦。今儿一早，他和冯少怀又先后脚奔天门镇去了。大强哥，我估摸着天门镇一准出什么大事儿。方克明这小子。是跑回来报信的吧？嗯，说不定啊，他们又看准了哪道缝下渠去了。沈先生，外边排队买粮的人越来越多，
这门板都要砸碎了。多好听啊！我看是不是抬抬价，先抛出去一点。你慌什么？告厨子加几个菜，让伙计们吃饱了喝足了，养精蓄锐，到时候再说。哎哎。就知道多挣几个钱，就是。这雨才下了十几天，能饿死人吗？如今，粮食就是人心。对对对，古话说，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失人心者失天下。哟，僵死了。这样一个小店，怎么有如此之多的购买者？这是镇里最大的一家粮店，据估计，如果打开仓，可供全镇吃半年。哦，类似粮店全镇有几家？有五家，别的不如这里肚子大。嗯，嗯，老梁同志，我估计粮食问题还会发展得更加严重。好，好。我们一定照您的指示办。吴县长，县委书记老梁同志来的电话。哦，他在哪儿？在梨花渡指挥抗洪呢。老梁说，有些地方的粮商借着这场自然灾害向我们伸手了。他说，目前这场斗争可不只是救灾，而是两个阶级的生死较量，对我们地方政权是一场严重的考验。有什么具体办法没有？县委要求我们自力更生。原则能解决具体问题吗？我给县粮食局打电话。老王，天宇同志，三天之内再不运粮来，连咱们也得扎上脖子。老王，咱们不能再给县里施加压力了。别逞高调了。连夜雨再持续下去，粮食再运不来，会饿死人的，你明白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。刘青啊，这场暴雨造成的受灾面积很大，咱们各地供销社米面代销部的粮食已经卖光了，目前交通中断，外粮不能内运，只有我们自己想办法了。办法都想遍了，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呐。不会的，那镇上现有的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呢？找粮商。对，号召他们把粮仓打开，受粮应急。顾县长，当然喽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是讲限制的，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顾客观条件呢。在目前这种关头限制过分，恐怕连最后这点希望也限制没了。顾县长，这是行不通的。不见得，他们都是经过三反五反运动的商人，在此紧急关头岂能袖手旁观？只要我们放宽粮价，他们是会拿出爱国之心助政府一臂之力的。不行，顾县长，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能依靠他们。这是权宜之计嘛，在此燃眉之急，不靠他们靠谁？靠人民群众。我们应当把眼睛向着农村，在那里有互助组，有农业社，得靠他们，他们才是最有力量的。
是个难题啊。大成哥，出什么事了？关天的大事啊。赌和口子？不，赌资本主义口子。在哪儿？天门镇。那些粮商们囤积了大批的粮食不卖，他们想卡我们的脖子。金发，你来的正好，区里要召开支书村长紧急会议，研究农村怎样支援天门镇。国家已经从东北运来了大批的粮食，被大雨截在景州了。工人老大哥正在抢修铁路，只要一通车，粮食马上就能运到。关键就这三五天。三五天？对，没二话，上级咋布置咱们就咋干。对，我和周中大伯商量，咱们不能空着手去啊，先拉上他一车粮食。嗯，好，想得好啊。哎呀，这道这么拧，除了胶轮车，大奔车走不动了。嗯，我跟大全呢正琢磨着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呢。嗨，这个地方留着干啥呀？哎，这倒是个办法，扛。嗨，那能扛多少啊？不在多少，表示个决心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为了带个头，把全区的庄稼人都动员起来。嗯，对，眼下咱们芳草地的两个农业社就要起这个带头作用。嗯，我看就这么定了吧。周中大伯，您看呢？我琢磨着还是多送点去，村里人断了队啊，左邻右舍可以借着用，城里人要是空了口袋，那可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。嗯，哎，咱们没有车，有牲口啊。对呀，用牲口驮，不怕泥水，走得还快的呢。嗯，我看挺好。哎，开会吧。咱们的会不是开完了吗？啊，好，马上行动吧。好，走吧。金发，你听清楚没有？我听清楚了。你同意不同意啊？这我得想想。没有什么好想的，党的指示，群众的急需，执委会的决定，只有两个字，执行。你看我病了，会我可以一个人去开。那就让你辛苦了。金发，咱们两个农业社必须带头卖粮，打退奸商的进攻，这对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可都是严重的考验呢。哎，对，你们想想，东北的粮食要是真的运来了，咱们那点粮食还不是坟头见高山呢，滚下来块石头也得给砸平了。哎，还有啊，他们发动群众这手厉害呀，各村的人要都把粮食送到镇上，那些心里没底的市民可就稳住神了。所以咱们一定要抢到他们前头，看准的空子，要是再不下招里，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你真会看火候啊。少怀啊，我看咱们兵分两路，我在家弄几口袋粮食应付他们，你赶快套车把粮食拉到沈记粮店全卖。这回啊你去合适，我去只有一只耳朵，你去才是两只啊。有什么新情况赶快给沈掌柜送个信儿。对，哎，赶快告诉文吉一声。 哎呀，你们老拉着他干什么？干事儿，没群众还行啊。妈妈快点。哎，大兴哥，你带着这些先走吧，我们在家里继续准备，保证不等你们开完会，大批粮食就送到。好，大全呢，你放心走吧，那几个互助组啊也动员好了，除了口粮和饲料都送去啊。大全叔，大全叔，我也去。
乔贵儿，粮食我们给你烧上。不，我要去。大全叔，你让我跟着你们走吧。好，出发。金发，这个信儿送的太是火候了。哎，这可是县委书记梁海山亲自布置的，你可千万保密啊。放心放心。对了，我又拉来了一车粮食，顺便给卖了吧。张村长这么够朋友，我沈某一定对得起你。那咱们怎么办呢？咱们一定得抢到他们前头。马上回谷县长的话，就说闭店响应政府号召，明天一早开板售粮。好，好。叫。小贵，冷不冷啊？不冷。不冷怎么打哆嗦？哆嗦也不冷。好，快走。瞧，就到天门镇了。我先去试试。大全，不能去啊，太危险了。大全哥，我会水，叫我去吧。我水性好，我去吧。我去吧，我去，让我去吧。我去，我去。别争竞了，还是我先去试一试。大家看好牲口，
想把粮食扛过去，回头再拉牲口。对对，走啊，走走。我还活着。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怎么喊你都听不见呢。哎，要不是大权呢，你早见阎王了。大权哥，文吉啊，文吉，我们这么喊你，你怎么还往死道上走啊？啊，我十来年张村长的大车，怎么回事？冯少怀告诉我，一定要抢在你们前头。吵什么吵什么呀，站好队站好队。这粮食太贵了，你们能不能便宜点？便宜点不行吗？很贵，从来言无二价。这么贵谁买得起呀？就是让我吃上，再起哄我就不卖了。快站好队，先交钱后摇粮。乡亲们，这是刀子，是毒药啊。哎，同志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可是替百姓着想，帮着政府解决困难。不，你这是和政府作对，坑害人民。乡亲们，旧社会就是他们这号人和地主合伙的盘剥我们庄稼人呢，把粮食弄到城里来，再卡你们的脖子。这话说的再点儿，那个时候咱们天门镇哪天不饿死几口子。哎，那时候的事儿连想都不敢想啊。那年发大水，我娘就是活活的给饿死的，
他们这些人心真黑呀、啊！就是说的对。如今是新中国了，人民做了天下，他们就甭想再掐我们脖子了。好啊，说良心话，本店存粮有限，如不服谷县长的约请，不念百姓的忌口，我还不卖了呢。愿意买的快买，不买的靠边站。看涨，你别吓唬人。乡亲们，我劝大家不要买他的粮食，一斤也不要买。大伙可都等你下锅呢。你难不住我们，乡亲们，政府惦记着大伙呢，我们农村的贫苦农也惦记着大伙呢，我们把粮食啊给你们运来了。真的吗？在哪儿呢？粮食已经过了彩霞河，很快就要到达这里了。哎呀，这只是一个开头啊，等区里的会议开完，各村的人就会把粮食运到这儿来的。哎呀，同志们，由我们组织起来的农民绝不能让城里的人饿着肚子搞建设呀，我们有足够的粮食供给你们呢。听他的话没错，他就是发草地的高大全呢，怪不得呢，说的多带劲。同志，必须在，太谢谢你们了。正爷，太谢谢你们，卡咱们的脖子了。不好了，我得赶紧走啊。哎，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来找口水喝。不，你是来入伙喝人民的血。走，到区委会去。金发，范大哥，瞧你这个熊样，栽了，全怪你心虚。你那粮食是偷来的，抢来的，法律上没有一条写着不许私人卖粮，你咬住这个不撒嘴，他们能把你怎么着？大全来了。王克明，你来干什么？哎，金发不是犯错误了，我来帮他认识认识。是得好好认识认识。对对，你先出去。哎，田局长，你可不能光听他高大全的一面之词啊。嗯，两面之词又是什么呢？那粮食是我自己的。什么？自己的？你自己又是属于谁的？你想一想，你把你自己出卖给哪个阶级了？我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。你很懂，你把国家的经济情报出卖给奸商，这是严重的违反党纪国法，你还不低头认罪吗？少怀啊。哎呦，范大哥。哎呀，天这么晚了，上哪儿去？哎，到沈一人那儿去。干嘛呢？哎，真是祸不单行啊，正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呢，怎么又下来个新章程？啊，你说的是粮食统购统销啊？对，金发让我找他商量商量，那些粮食该怎么办呢？他跟我说了，一会儿就来。怎么，你也叫人给刷回来了？调动调动，到村里小学做饭。怎么，金发的事儿把你也牵连了？可别这么说呀，这要让他听见了，该多难受。是，金发够惨的了，村长给撸了，党里边还查看着。哼，
我看金发是条好汉，人们就得能屈能伸。哎，看样再伸起腰来不那么容易了。不见得，有说公道话的。谁？古县长啊。要不是他呀，金发连挡牌子都没。哦，你知道吗，铁汉当村长了。哎，村里干嘛呢？嗨，宣传呐。沈一人也来了啊，准是为粮食来的。嗯，过渡时期总路线把他们资本主义道路堵死了，他们一定要反抗社会主义的改造。粮食统共统要命令都公布了，他们呢就等投降吧。不对，粮食是他们和咱们较量的武器，能痛痛快快的交出来吗？哎，大全哥，方克明也没粮食，咋和他们凑到一块去了？资本主义这条黑绳把他们拴到一块了。对，铁汉调查的结果，范克明是个逃亡地主。我就把他抓来。别急，咱们先摸清楚他们几个人的脚印再下对策。嗯，我看先摁住这几个大个头。对，把他们那老底子抖了出来。哎，这样能让群众从根上看清，要是不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办事儿，别说咱们的日子过不好，就连江山也坐不牢啊。嗯，大全叔，大全叔，大全叔，冯少怀他们都到我们家去了。金发，好歹你还是党里的人，统购统销的事儿就一点也不知道。我这统购统销的政策就跟去年取消发家致富的口号一样，把咱们的生财之道全给堵死了。这么一来，粮食就是金豆子了。粮食在我手里，我就是不卖。不卖？这是命令，命令就绝对得卖。我一口咬住没有，他还敢翻？当年你怎么敢翻歪嘴子抢他的福财呢？那是土改。对呀，过渡时期总路线搞的是一化三改造。改造谁呀？ 啊就是朝你们下家伙了。这回共产党该拿咱们开刀，怕什么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你的意思是咱们把粮食藏起来？这倒是个办法，可这么多粮食往哪藏？嗨，有地方。哪？阿全啊，你放心，这粮食保证没藏在我家里。金寿，哎，可不能光顾了喝酒，到时候当了人家的替死鬼呀。啊，不能，我张金寿是个明白。你先回去好好想想。哎，晚上我再找你。哎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谁呀？金寿。啊，范大哥呀，你吓死我了。高大全找你干什么啊？还是粮食的事儿，你说了。别看粮食藏在我的白鼠窖里，只要让我换酒喝，我保证不说。不行，金发说了，不准你再拿粮食换酒喝。屁，纸上的门神还得烧香上供呢。
你们叫我守着粮食喝凉水啊？哼，慢待我寿二爷，我就找高大全报告去。秦生，来喝。你呀、啊、往后有啥难处就找我啊。马大哥，你对我好，我对你也够意思啊。他高大全问好几次卖车的事儿，我都没连累你啊。什么？他今儿问你了？问了。妈的，他们把大车使断轴了，问我啊，锯了没有。哎，万德哥，那天晚上可就咱们俩呀、啊、你得给我作证啊。他还问你什么啊？下午叫我参加评议会受受教育，晚上还找我问这个事儿。事不宜迟 啊, 啊，什么？来喝。哎，喝。哎哎，朱村长，朱村长，静一静，秦副大叔报名向国家卖余粮了。哎哎，秦副跟大头了，我放。快点，快说呀，这是预报。哎，报都报少没关系，大家还要评议呢。你不报我报了啊，不报我报。哎，我报，我报，对对对，我报。快进，我卖一千斤。差不多，不少啊。他们家哪有那么些粮食？哎，你们家交这么多行吗？余额能行吗？太少了。你看报一千斤怎么样？就看差不多。你看呢？我说各位乡亲们呐、啊，到底咋样啊？你总得开个口啊。我看出来了，这户不大好评，对吧？他家是个老中农，地多，底子确实厚啊。可如今不行了，春起他家倒卖粮食赔了800多斤，夏天又掉到河里1500多斤，还一头牲口，一挂大车，这么一算，底子就抖落得差不多了。我看，主要得从今年的收成里算余数了。哎呀，把这个底数一摆，卖1000斤不少了。嗯，干脆500斤吧。行啊，卖500斤不算少了。别别别别，卖少了不行啊，我们全家都不答应啊。秦副叔啊，你卖过了头也不符合政策呀。我是怕大家饶不了我呀。秦副大叔，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一定要实事求是，卖过头粮不行。谁要想搞诡计搅浑水也办不到。冯少怀，想好了吧？你再说说报多少斤。我还是那句话，500斤。500斤太少了，太少了，太少了。你留着粮食都买呀，卖高价呀。这不像话。哎，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。张继芳，你再给评议评议。我也还是那句话，我看他报500斤不少了。张继芳，你专给冯少怀保价，你们合伙和政府作对啊。他俩没一个好东西。想让我跟着你们一块儿合伙逼人呢？
没门。你说谁编的？就等你吧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有话你就明说，说就说。为什么秦福报1000你们给压成500，冯少怀报500你们还嫌少？都是一样的户，为什么要两样对待？哎，我是金发呀，你都把我推到河里了，怎么还往水里摁我？秦福，我说的是这个理儿。你这是什么理儿啊？按说像秦富大叔这样的户，卖3000斤余粮也不算多，就因为跟你们走资本主义道，破了产，文吉的命都差点丢在彩霞河里。哼，他没有，我也没有。你胡说，你净撒谎。冯少怀，我算把你看透了，你真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啊。别的不说，前几个月你跟张金发、沈一人哄抬粮价，捣乱市场，赚了多少粮食啊，那都是庄稼人的血汗呢。都怪我鬼迷心窍，跟着你。冯少怀，你到底再省进2天，投了多少粮食？我那都卖了。大强哥，你们俩赶快去把他押到这儿来。好。张金发、冯少怀，你们不要执迷不悟。高大全，你别吓唬人，你们想独霸芳草地的天下，不给别人留条活路了。对，无产阶级就是要独霸这个天下，你们想翻天办不到。我现在命令你们俩赶紧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。谁反党反社会主义了？你拿出证据来。要证据吗？走。哎，老师来了。谁来着？你干坏事儿。哦，去那边来着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张金发、冯少怀他们把大批粮食藏起来，对抗社会主义改造。他们怕露了马脚，放克明，杀了窝主滚刀肉。这家伙连快枪毙出来的，太快了，也太快了。这就是人证物证，你们还不低头认罪吗？下去。张金发，你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，打土改以后，你就逐步的勾结漏化富农冯少怀，不法奸商沈一人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范克明，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。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。我可不是富农啊。冯少怀，土改前3年你通过理财放过多少高利贷？说。哎，少怀啊，快坦白了吧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要走哪条路你们自己选择。把他们带走。走。大全呐，这下我可看清楚了，张金发领的是吃人的道、杀人的道啊，你领的这条社会主义大道才是咱们的命根子。大全，我要求入社。桂钱大哥，好啊。大全，我也要求入社。我也要入社呀。大全呐，我们跟着你往前奔。大全呐，我们可不入竞赛社。放心吧，竞赛社也要整顿了。大全呐，大全呐，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算计的比我都清楚，你可真是活神仙呐。咱们人心比人心，大全侄子，我报名入社。我报名入社呀。他也要入社了。秦副大叔，我们谁也不是活神仙，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的，您今后也要真心实意的听毛主席的话呀。哎，我听啊，我们全家啊都听啊。至于入社的事儿，您再想一想。大全呐，你别由着他了，他要再不入社我也要跟他分开过了。大婶，
额，是时候了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毛主席指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，把咱们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照得更宽敞、更明亮了。不管是谁，他也挡不住咱们亿万农民前进的步伐。